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今天台湾时间的2月18号晚上的9:40，那我们今天转播的是 TCT 城镇咒死战16强战。那16强战呢只有 BO3， 那晋级的话我先不介绍，沿海森林阿雄再次前锋挑战西头。点支部拉走，哎呦，好恐怖，好恐怖啊！这里在咬这个村民啊！完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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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蛋！死一村，死一村，死一村！看起来拉猪是有点急，看起来拉猪是有点急，再拉一村，再拉一村！现在这个是立陶宛，还要过去，现在要打一个69开凑。现在西头哥上次我记得他打这个图的时候把我们给虐爆了，差不多是四五个月以前有一次西头哥也是玩老英国把我们虐爆嘛，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才刚成立嘛。这边还是要拉，还是要拉，哦，这里是要凑凑猪，凑猪凑猪，但是村民死两只，这样玩是可以的吗？这样玩是可以的吗？这边打老鹰，打老鹰，落马，落马的血保持的不错，落马的血保持的不错，落马的血保持的不错。OK， 现在老鹰拉掉了，老鹰不，老鹰不杀，哦，老鹰不杀，老鹰，老鹰不打了，老鹰不打了。这边是谁？这边是谁？这边是 Danny Boy，Danny Boy 来了 ，Danny Boy 来了。好，猪死去，猪死去。OK， 高歌利息，高歌利息。但是这里有一只落马，来，现在换六色六匹色来了，紫色这边是昨天的铁木儿。昨天的铁木儿被我认为是肥龙啊，肥龙，我把你想太强了，真的是对不起，我对不起 Danny Boy。好，来这边，肉马，老鹰，老鹰过来，杀砍，肉马去死，没有，往后拉，这边老鹰去死，没有，老鹰左拉，站一下，站一下，去死，站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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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，小心，一下，哦，小哥，阿雄，阿雄，阿雄，拉走，拉走，坐一下，坐一下，卡住，全身而退，可以。而且这边肉马已经残血了，有算是一换二哦，有算是一换二哦。虽然掉了两村，但是这边肉马残血了，这只肉马还在，再出去，再出去，再出去。来，这个看起来就是几个月以前这张图又是有出现。来这边三打四，四打五，四打五，四打五。来这边肉马小心，这边肉马小心。哎，这边是干嘛？这边干嘛？这边是干嘛？你们是不是不认识？是不是？你们没有打架吗？你们没有打架吗？现在两村过来，直接顺路直接过来凑，看一下可不可以凑到 Z40。Z40这边小围，这边教练没有围，教练不知道前面到底在冲安小。现在这边一批五村，这边哦嚯，换四批过来是不是？换四批过来是不是？现在那个二批还没有开伐木场啊，二批跟一批都还没开伐木场啊。这边房子盖是三间，现在两边前面人都不玩了，这边一批的罗马小心，没有死，没有死，控得很神，控得很神，五滴血而已。这稍微绕一下，绕一下，哦，这边锤伐木场，来，这后面有弄到吗？后面有弄到吗？这边拉了六村，拉了六村，这边 Z40最不喜欢被凑的人，哎，撞 PC， 撞 PC， 你大哥射他，射他，你射他，来这边继续打，这边继续打，哎，这边还有残血的村民，这边稍微抓一下那个残血的村啊，这里这个罗马死了，没有砍，没有砍，四批好像那攻击没有砍下去，被这个士气值给影响到了吗？后面有一只残血的八滴血的村民，能不能杀掉他呢？现在二批跟着一批，一批追了四批，现在回去打这个残血的村民。有一只残血的，有一只残血的。这边现在西头哥来凑这里 Z 四零三批，现在六批的话是 Danny Boy，Danny Boy 在后面开码头，教练这边开码头，他不知道前面的年轻人冲山小朋友，也没关系，反正教练走教练的。这边有可能会死。阿雄残血的村民后面有一只，你打得到咪？这边让他走了，揍他，揍他，揍他！他只有八滴血而已，揍他！现在57村打57村，现在这边，哎呦，这边西斗哥撞 TC， 现在开始揍这个磨坊。现在第四名的话莫名其妙，然后他也觉得莫名其妙，这边没有撞 TC，OK、OK。那这样开局的话，阿雄死两村，第四名砍一村，哦，射一村。现在后面还在玩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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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有残血的嘞，打他打他，阿雄不要怕，打他啦，揍他啦啦，你要去哪里？你现在设定去搞到里面是不是？现在搞到里面是不是？揍他，这边往后啦，这边把二 P 引回去是不是？啊，现在嘞，现在去哪里？现在两边都没有伐木场，哇，很乱哦，很乱哦。现在走过来要盖军营，这里要盖马厩，怎么办？二 P 过来，二 P 过来，一 P 一 P 快过，快过，快过！啊 ，Danny，Danny，Danny， 揍他，揍他 ！Danny 的军营开不起来，揍他！哦，这边二 P 也来了，这边二 P 也来了，这边好多家哎，这边六 P 二 P 一 P 一二六，这边不知道在干啥，这走过去，快过，快过，快过，围住！哎呀，你要这死东西！我把伐木场踢掉，把伐木场踢掉，这到底是怎样？这视频已经过来了，很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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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现在队友来了没？阿雄现在他妈玩火自焚，一次搞三个，一次搞三个，后面还在弄，后面还在弄。现在这场游戏不知道是怎样，而现在后面 Z 四零有几村？22+1，这边教练24+4。哦，现在6P的话把防火场低掉的话，算是有成功，算是有成功。原本我喉咙好像快好了，但是这样吼一吼，好像等一下又不能播了。但是没查啦，管他的。现在这边4P 的肉麻出来，应该熊要死了。那最终是有弄到什么东西呢？我看一下哈，二 P 没伐木场，四 P 感觉上是还好，不六 P 有弄到，六 P 有弄到，哦六 P 有弄到，哦这边肉马收掉，熊哥，熊哥没有回头，熊哥很忙啊，哇熊哥，熊哥没回头，熊哥你又来了，啊！有一村在里面，你敢磨坊低调吗？你敢磨坊低调吗？哇！奎古沃杀人呐、啊！杀人杀起来啦！76村打74，这边西头奎古沃，西头奎古沃，西头两个奎古沃，西头两个奎古沃，这边直接揍，直接揍，直接揍，揍揍揍揍揍！哇！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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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高地咒，高地咒啊！不行，残血两只死了。现在有几村？阿雄16村啊！历史你来了，历史你来了，哦，历史你来了！哇、哦，这边前面搞什么东西啊？谁叫你在那边用拳头在打架的？这个我们是玩的是《世纪帝国》不是在玩 WWE 搞什么东西？哦，这边3P 说，哦，现在二 P 果实还没有吃几口，现在人就来了。现在这正常来说是游戏时间5分钟在做的事情，现在已经14分了。现在这里有一村狙击，李世银两只小攻，两只小攻，哎，长兵不要打，长兵不要打，这个肉马，等下肉马要戳肉马的，哦哟，一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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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绕过来绕过来，控兵控兵控兵，戳戳戳，法兰克打工兵啊，我操你老师，真的是很有创意，哦，这边长兵这里往前走。这边后面的 Danny Boy 小攻过来，这边两只村民怎么样？哎、欸，这里你们的配合很差、欸，站位站好一点好不好，兄弟？一 P 跟三 P， 蓝绿不合嘛，也正常。好啦，这边往前走，再一个奎沃撞 TC， 撞 TC， 长枪兵戳，长枪兵戳啊！真的是蓝绿不合哎、欸，这绿色的控兵搞毛啊！这边两只长兵被秀掉了，但是这里哦呦，这边现在这个人群之中，两只肉马被围殴致死，84分打94，这边两只小攻往前走了，这里要报位一下哦，哦有两只，哎不要追他，不要追他，不要管他，不要管他，去前面、啊，去前面，你要记得有两只东西走过去就好，有记得两只东西走过去就好。来，现在86分打97，现在这里小攻继续往前射，哇，这边二 P 没有办法伐木啊，啊阿雄有伐木吗？阿雄有伐木，伐这个，伐这个很可怜啊！现在21村打这个西头27村，现在总共是89村打98。现在后面的6P跟教练这里，教练已经上城堡了，教练上城堡了，有没有骑士？双马就来了，双马就来了。第二盘会不会早早收工？
也看起来是很快会收工，要么不是他死，就是马上收工。这枕头很多，这枕头很多。Danny Boy 有四只小狗 ，Z40 法拉克小狗。好了，你们不用玩小工了啦，有人骑士来了啦。好，有人骑士来了啦 ，Game over 了，骑士来了 ，Game over 了。更大的关来了，更大的关来了。哇，这边直接两只骑士，他妈跟鬼一样啊！哇，这边两只骑士跟鬼一样啊！现在大家都还在黑暗时代啦，这个前面的都还黑暗时代。哇，二 P 这里，刚刚这个画面好像是天空熊的画面，天空熊视角啊！来看一下他的恐惧，看一下他的恐惧。我操你老师嘞！妈的，这怎么会有骑士？没有给人家玩游戏啊！开局直接臭，我想要拉住也不行吗？这边三下，一下，两下，后面教练这里会帮利斯里吗？不会，因为他们感情不好。有帮忙！我说错了，有帮忙。啊，这边一批跟着这个大队往前走，这个是士气流了，这已经士气流了。哦，这边开一个市集，后面有两家点城堡哦，现在有点危险哦。现在这里，阿雄要去哪里？阿雄去哪里？骑士去往前走，这边下一个箭塔，这边有机会直接把它涂掉吗？现在西头哥他妈还我钱来，还我钱来！这边村民直接往前走了，好，这边两个射箭场。哦，现在我来看一下，现在是105村打108，海上的话现在5P 一个打6P，直接 Danny Boy， 我不想跟你们玩，你们在前面死一死。Danny Boy 直接把自己围死 ，OK， 围死的话，后面是打马弓哦。马弓的话，我们的阵容可能会不好打。如果他成型的话，现在这里村民说的话， 108村打107，现在这里4P也是被扫到台风尾。哇，教练砍超多人，教练这边骑士砍超多。现在西头点封剑，阿雄也有点封剑，立陶宛打玛雅，这边再砍一波，这边玛雅往这里，哦，好可怜哦，这只能来这里伐木草，哭哭，有没有翻到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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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一只狼啊，咬残血的，咬残血的，咬到残血吗？没有，哎呀，可惜呀、啊，可惜。哎，没咬到扛起。现在这边109寸打105 ，Danny Boy 四个靶场直接 all in 要救队友了。但是现在这边海上教练有大烧的船，现在 Z40 直接越过2P 的 TC， 把他当成是空气人。他正是今年的隐藏杯正赛的选手 Cito， 就这样子给他越过去，直接这样子给他踩过去。还有一个黑人问号，等一下这样子踩过去，等一下还有一个在 TC 底下用骑士在砍士兵，到底是怎样？现在只剩下 Danny Boy， 现在 Danny Boy 一个人算是很正常的。现在这边围墙可能会爆，可能会爆，因为这个匈奴没有房子，匈奴没有房子，砍了砍了，教练不要跑，一定会破洞，他一定会破洞啊！不要啊，匈奴一定会破洞的啦！啊，这里还给我起箭塔，这里还给我起箭塔。这边再起两只，我们下一份贴图我要做三支箱的贴图了。我们下一张贴图预购是三支箱，预购是三支箱。不过现在会员数不够，不过我们先预购。这个三支箱出场率太高了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只要有播台湾的比赛，那个箱的战术太多哦，包含我自己昨天玩也有在用了哦，所以。这个直播需求，我们这个贴图使用率有点过高啊，这需要一下新的这个三支箱的贴图。现在这个匈奴便宜马弓上来，如果等一下它成型的话，一直 shoot 可能是有点会不舒服哦。现在这边两支箱之后呢，再一支弄田，1 2 1 1 2 3 4 5 6 7，七片田，海上包过去。好像要GG了，找到西头了，找到西头了！哇，这里抽到这个刮刮的，刮到一个很大尾的，哇，找到！砍！教练，哎，教练的马怎么好像
有点中邪，这躲来躲去的。哇，这西头剩几寸？西头也剩下，西头剩22寸啊，他比阿雄还要惨啊，他比阿雄还要惨啊。哇，这边可以去准备练这个隐藏杯了，这个 TCT 已经休息了， TCT 可以休息了。哇，这边不打了，不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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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GG 2-0晋级，直接晋级。哇，我觉得还好，今天一个小时结束，因为齁我这个音量太大声，等一下警察要来。有打字吗？他没有打字吗？